无花果咧就属性平和，咁适合翻一啲孕妇啦、小朋友啦、老人家都啱。佢咧就有一个润肺健脾胃嘅作用，另外咧都可以润肠通便噶。咁所以如果便秘啊或者啲产妇生完 BB 之后要上奶多啲咧，就可以食翻多啲无花果啦。无花果咧就有新鲜嗰啲啦，咁新鲜嗰啲同干嗰啲嘅功效都系差唔多嘅，咁两种都可以食。咁所以你新鲜食又得，将佢攞嚟焗水饮或者煲汤都可以嘅。